喺《香港作家沈西成嘅香港女作家风采一书中，就有咁样嘅一段点评林燕妮嘅说话。尼康同埋金庸喺闲谈当中提到香港作家嘅散文之时，金庸就话林燕妮系我见过嘅女作家当中写散文写得最好嘅一个。尼康摇摇头就话错了。金庸一愕问错了，尼康话你的话要省掉一个字。金庸问边一个字，尼康话。女子，冇错。林燕妮同三毛、席慕容同龄，余亦舒、李碧华同处一个时期，都系香港文坛大名鼎鼎嘅才女。咁林燕妮究竟有咩个人之处？点解可以让两位才子对佢做到如此之高嘅评价呢？她纵横文坛超过40载，是华人熟悉嘅文理才女。她才貌兼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女子。香港才女林燕妮正在播出。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林燕妮外表漂亮典雅，才气逼人。论文，佢嘅小说同埋散文作品都脍炙人口，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炙手可热嘅作家。1989年底，林燕妮就攞咗香港艺术家联盟第二届最佳作家奖。论理，佢喺美国伯克莱大学人类遗传学毕业，就连经商都有自己嘅一套方法。香港媒体对他的怀念是他所代表着的经济腾飞、出版业辉煌的80年代，而一般香港市民记得更加多的是他的才貌双全，即将上梁舞会和与著名词人王沾的情感婚姻纠葛。作为香港知名才女，林燕妮的亲人、朋友和拍档都是才情横溢的人，这所有似乎已经注定了他要走一条成名早、经历多的不平凡之路。1943年，林燕妮在香港出世，父亲是香港联合汽水厂的创办人之一。在上个世纪40-50年代，这个属于非常不错的家庭条件，因此他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自幼学芭蕾，入读名校增光中学。在美国回来之后，他又拿了香港大学中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双硕士学位，他说作为他往后的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反抗之后，林燕妮入了无线电视台工作，形象搞好的他做过天气预报女郎、节目主持人，也都在经典的综艺节目《欢乐今宵》中担任了幕后编导。对文字敏感的他被节目组要求为节目主题曲填写歌词，生活化的歌词扎住了节目的精髓，也都扎住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欢乐今宵的主题歌也都成为了一代香港人的时代记忆。正当在电视台发展顺利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林燕妮受到了明报主编金庸的赏识，并在1974年为林燕妮在明报开设了专栏《懒洋洋的下午》。专栏其实一直在最具香港代表性的文字载体，在当时的影响力就好像今日的自媒体。早期的专栏都有上一代从大陆南下的传统报人所把持，方向就在政论，其志趣和文字风格都是更加接近民歌。随着香港经济腾飞，大家都期待着在报纸上见到更加新鲜的文字，而香港报纸也都一直吸纳非传统写作出身的人来写专栏。创意和文字是电视圈内有口皆碑的林燕妮就此得到了一个写作的机会。在那个年代的报纸上，极少有人不谈政治、不谈社会。林燕妮在第一篇文章中就写道，
我害怕养成混在群众中或者潮流中，便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性格的习惯。也许我是一个孤独者，我的下午依然是那么的困困用用，令我头脑清醒的早晨离我而去之后还没有再来过。在他的专栏当中抒发的都是生活感悟、见闻阅历和男女情感的个人化文字，生动自然。在个个仍然为了金钱忙碌的年代，林燕妮少少慵懒的文字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他的专栏一炮而红，也都被指是打破了传统报业缩白把持的局面。有了金融的支持，加上本身的才气，林燕妮很快在报界就走红，而他和金融也都成为了非常好的忘年交。他对金融散文的评述都常常受到读者的喜爱，特别是他评述《神雕侠侣》文章中那句一见杨过误终身，被后世广泛引用。在专栏写作之后，林燕妮也都开始将专栏文章集结成册，先后出版了《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小屋集》等散文集，也都出版了《青春之状》、《盲》等小说作品。上个世纪70年代，物质生活越来越好的香港市民也都开始追求精神生活，出版业迎来了黄金年代，林燕妮的每一本书都因此成为了畅销书。林燕妮的散文功力当年就有金融称赞为最好，尽管只是随口说说旧居，谈谈故人，回忆旧事，那也已经是一段又一段的精彩文字。事实上，他的作品确实影响了一批年轻人。据生于60年代的次文化堂社长彭志文回忆指，年轻时几乎个个都有喊，他以专栏女作家第一人之姿带动了流行文化。短短的一小篇文章，典型的富刊专栏体，无论写男女或者世情，都有四利通透的红尘里落。在使用稿纸手写文章的年代，林燕妮总在稿纸上撒下几滴香水，个稿呢送到校对师傅那里，有原著一闻就知道是林才女的稿了。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林燕妮就说自己写了时常写到半夜，借一啲香气令到自己嘅心安静落嚟，久而久之就变成咗喺稿纸上洒香水。未谂到呢个创作嘅小习惯，居然成为文坛佳话，亦都成为咗林燕妮传奇嘅一部分。不过评论界都有唔少人对林燕妮不以为然。杂志《好爱》创办人邓小雨曾经揶揄佢系中华老练嘅代表，其中就有非常明显嘅挑逗意味。在林燕妮的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一些享有才子才女美誉的香港专栏作家的共性，他们都有丰富的职业经历和人生阅历，除了写作之外，他们可以在很多领域拿到卓著的成绩，为他们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但同很多由底层上来的作家对比，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林燕妮出身好，又接受了西方教育，回港之后他的事业也顺风顺水。没有个欧风美雨的林燕妮并没有将美国最前沿的文化介绍给香港读者，而是处处体现小布尔乔亚的局限。不过彼时的香港读者对此并不厌恶，反而欣赏他真实而不做作的文字。在公演的香港专栏文化黄金期，每一代在报中写散文的作家都精于在短小篇幅里论尽人间事，一如不过几百字的明清小品文，却能上天入地无所不谈。以这种闲情和逸趣兼备的独特文体，在网媒和博客全面普及之前，其实已经开始衰落。蔡澜和作家麦克过去都曾经对媒体讲过，原因之一就是能写的心人并不多，但毕竟不少作家始终不更不绝，林燕妮就是其中之一。
佢嘅出現填補咗時代嘅空白，滿足咗當時市民精神生活嘅需求。但在成為暢銷作家之後，林遠蕾並沒有放棄創意人嘅老本行。驚天動地嘅黃倫戀，在轟轟烈烈中開始，也在轟轟烈烈中結束。變幻中嘅戀情，究竟是水無情，水無意？香港才女林遠蕾稍後播出。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上世纪80年代，林燕妮经常穿着世界级的名牌服装出席舞会，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习感性和美艳于一身的作家。其实这个只不过是讲啱了一半。工作上，林燕妮是一个决断、理性、善于解决问题和管理能力极强的人。1976年，林燕妮和王晶一起开始了黄月林广告公司。公司创办之初，林燕妮虽然只是广告界的新丁，但管治手腕了得。再配合王晶的丰富经验，广告公司在短时间之内就在业界击出上位。而林燕妮就说，要成功，天时、地利、人和必不可少，不变的定律还有勤奋和谦虚求学。作为汽水厂创办者，林富经常在家开会，耳濡目染之下，林燕妮都掌握了开会解决问题和达成共识的技巧。而他自己都说，工作上的才能多多少少是天赋所在，但他的管理和领袖能力或者是遗传自父亲的企业家智慧。在这个广告业的黄金年代，一个广告语就可以帮助一个公司在亚洲打开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尽管黄沾有着广告业的老经验，但林燕妮在构思广告语的能力上并不差于詹叔。不保好易老，就是林燕妮为女性健康院北玉珠所想出来的广告语。这句说话不单止帮黄月林打开了局面，仲进入了当代粤语词汇。此外，他仲帮《夜报》《扬酒报》《心肝翼》《轩尼诗》做包装，一对最佳拍档一起做了多个脍炙人口的经典广告，成功立足于广告界。由电视台、文坛再到广告业，林燕妮在不同领域全面开花，锻造了属于自己的香港传奇。纵使有才华、有金钱、还有美貌，万千宠爱执于一身，但他还在掉入了感情的大坑。就是美国留学之时，林燕妮就和李小龙的兄长李宗森认识，并在回港之后结婚生子。然而这段婚姻由于李宗森的控制欲和林燕妮渴望自由的个性不和而告终。凡事有失也有得。1975年，林燕妮和黄沾因为合作统筹迪士尼宣传活动而相遇。这一次相遇都为林燕妮带来了十几年不可自拔的感情困扰。她和黄沾这一对感情也都成为了香港文化界的一大八卦。自古才子多风流，黄沾横跨词人、专栏作家、音乐家等多种身份，是香港流行文化之父，的确是一个大才子。在遇到林燕妮之前，黄沾就非常仰慕她。她曾经公开讲过，香港一般的才女都有一股小家子气，而林燕妮身上没有。能够将林燕妮与众不同的一面看得如此精准，证明黄沾的确非常之懂她。为了追求林燕妮，她每日送花，同埋在各种报纸、杂志、公开活动或者平台上大胆对林燕妮示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时的黄沾已经有了夫人娃娃，同埋都有两个子女。林燕妮曾经透露，当年身为有妇之夫的黄沾狂追她，还说同太太娃娃已经没了感情，分房睡。但其后娃娃怀孕，她男人被骗，提出分手，
最终王坚洗钱复合，个性强烈，不顾世俗眼光的林燕妮架不住佢的美丽攻势，佢不在乎王坚是否担心，只相信两个人是情投意合，同埋相互欣赏。最终林燕妮都被对方的诚意打动，与王坚真正开始发展恋情。在谈到两人的剧合到时，王坚曾经这样形容，跟林燕妮在一起好刺激，每个细胞都在高潮之中。作为性格刚烈之人，两个人有时候发起脾气来都颇有趣。林燕妮会将王坚的书抌入水中，而王坚会剪掉林燕妮心爱的皮草，而这些是两个人的打闹互动模式。在相识之初，两人的恋情经常被当年的香港八卦杂志口诛笔伐，林燕妮对此并不以为然，未曾想王坚一方面讲话自己一世最爱的女人是林燕妮，一方面还在外面拈花惹草。作为一个有独立事业和自由灵魂的女性，林燕妮没有大吵大怒，而开始选择渐行渐远。我是不知道她太太是后来会怀孕的嘛，那我一知道了她太太怀孕之后，我害怕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我说到此为止了。这个叫做爱情的游戏我玩不下去了，我根本不应该玩啦！世界上那么多男仔，我是不是事必要要他呢？就算我喜欢他，人家的太太怀孕，我是不是事必要一定要娶人的丈夫呢？老实说，那时我是正正式式单身的，而且二零岁二几岁，怎会没有男仔追啫？不用好靓都有男仔追噶。咁我是无需要 去搞到咁大件事啦。尽管对林燕妮不忠，王坚都系多次向林燕妮提出结婚。1988年，王坚当住金庸嘅面单膝跪地向林燕妮求婚，半推半就之下，林燕妮签下咗一纸婚书。虽然是说憧憬那个妻子的正式名分，但个性好强的他始终未与对方正式注册。曾经打得火热的两个人最终都是因为陈慧敏的加入而分手收场，两段婚姻皆不如意，内心还是有难以言喻的痛楚。他在专栏中就表示，我们恋爱没什么不对，那是爱的一部分，不是全爱，因为是有私欲的，想占有对方，亦想对方只爱自己。王坚对林燕妮的伤害几乎改变了他的一世，多年来他还以性感艳丽的形象出现在报纸名流版，之后有关他的前头词都开始变成外貌虚荣、张扬卖弄。在王坚离世之后，林燕妮都撰文悼念旧爱，撇开私事不谈，在工作上我始终咳得个 A，我跟詹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在经历过这一场光烈的恋爱之后，他就说下一世不想再做林燕妮，太辛苦了，想做一个傻傻地有老公爱惜的女人。当我们讲到一位作家时，似乎觉得强调她是女性是非常之不妥的，但了解完林燕妮的感情故事之后，先发现她的散文写作的确很难与她的女性身份全然割裂。不提原稿上喷香水那些逆史，在专栏《我手写我心》的情诗当中，她都是多从女性主观视角出发，由婚爱、婚外、工作到悲喜生死，越是有切肤之痛的事，她写得精彩程度越是一时无两。而婚外也都成为了她笔下一个恒久的主题，爱情令到她遍体鳞伤，未曾想到家庭生活令到她伤痕累累。他一世精彩，却半生孤寂。在人生的终点，他用文字潇洒告别。
香港才女林燕妮正在播出。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作为家中长女，林燕妮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生前，林燕妮的妹妹仲在美国士丹佛大学修读环境工程系硕士。每一次提到她的妹妹，林燕妮仲可以细细形容出妹妹的样子。记得二弟林振强为妹妹所作的挽歌《的子姑娘》，妹妹靓过我，高过我，眉粗和睫毛长，脚也长，是户外型，是家中最靓的一个。林燕妮咁样讲，不过呢个喺林燕妮回忆当中最靓嘅妹妹，离世时先26岁。家族遗传性嘅淋巴癌夺走咗四妹嘅生命之后，仍然潜伏喺林家。2003年，林燕妮二弟林振强、三弟林振刚都因为淋巴癌喺6个星期之内相继离世。世界两年间，林燕妮至亲的家人接二连三的离开，那种锥心之痛确实令人无法言语。屋企之中只剩低林燕妮和她妈妈两个人，作为屋企唯一的精神支柱，她都开始躲起来不见人。如同她早前在专栏中所写的那样，有一段时间老是入而颠倒地避开这个不再想留下的世界，我不愿意起床梳头洗脸及说话。亲人的离去令到林燕妮受尽打击，深切的痛楚令到她对其他人一句看开啲都有介意。林燕妮一直觉得女性的记忆往往比男性悠长得多，彼此的林家都只剩下女性，而那种思念根本不可能用得下一句看开啲。他们的离开是我不可弥补的失，现在我去做好我作为个女的本分。如果母亲有150岁，我愿活到151岁。面对灰暗的日子，写稿成为了他生活落嚟的意思。他逼禁不住用文字疗愈自己，在稿件当中逗人开心，欢慰读者，其实都是鼓励自己。每次出门打扮得非常时尚，谈笑风生，其实都是他的防护伞。但是在2018年传出死讯之后第二日，林燕妮在明报副刊中刊登了最好的文章，为自己写下了最文艺最潇洒的悼文，刊登题为我要见到永恒，不落俗套，有没有时空限制的永恒说起，温柔地提醒读者享受爱，享受永恒。思念是种温馨，如果有一天燕子留空，不用惊讶，莫问家人何在。要强又贪亮的林燕妮一直不想朋友担心，都不愿媒体见到她不靓的那一面。当有传林燕妮病了的时候，她一直是对外宣称自己患有甲亢，
为此，当林燕妮逝世的消息传了出来，半个娱乐圈都不相信。而他是明报的专栏，亦都一直甘心到他离开后的一个星期。他将这个秘密保留到人生终点，或者他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同情，也不愿意麻烦至交好友。林燕妮走过了灿烂的一生，都完成了他的使命，就好像他在明报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中我有见到永恒所写到那样，感觉到有太多永恒，如你如他如你刹那也是永恒。正如你读到这篇文章可能是刹那感动，其实看出来的文字已是永恒。75岁的他能够写作到最后跟读者告别，头脑清晰，走得潇洒，这也算是一种难得的福分。王者已矣，来者可追。林燕妮的才华和作品曾经令到万千女性不能自拔，就如同一个人对所爱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断舍离，而他留下的作品和文字将代替他留在这个世上继续陪伴大家。好了，多谢收看今期的香港故事，我是舒月，我们下期再见。